安行拱门，想垫簪手藏甲管珠，还回楚更朵笑几管交成。来吧凯四，拿亮掌堆着号的卡字，一掌做地板，一掌做几管，显见楚需要的形状。慢慢成一篇章，最后总潦草收场，轻声一种是不合时宜的谎。斜着折叠一哈，斜着折才立得住，不错不错。月光让思念安静，浪漫会至死不渝，我比你想象之中。壁画一哈，大概为止，一极管不要超出边界为准。记得右垫多剩着垫用，开水平面假象是破了，真是非常不错。再见五个纸条，其中两根剪断，折成均匀的丝端。每个纸条重复这个步骤，先展长底，我展倒过来让你们看清楚点。这个也是长底，贴近抓不住你的香气，月光让思念再斩断底，浪漫会至死不渝，我斩做到这里，恭喜你已经完成90%了。温柔地压一哈，真是完美。再把自己建的爱心贴上去，哇哦哇哦哇哦，太美了吧，浮夸。防止有小笨蛋不会贴，我来示范一下。贴的爱心要和纸面平行，爱心是自己用彩色卡纸建的，没有技巧，多练习就好。看看成品，打破了梦一场，花开水平面假象，识破了我心里所有慌张。